老霍在准备接队友长传球时，突然大脑短路，伸出手将球稳稳抱住，把身后的工作人员都惊呆了。如尼奥尔把界外球扔给饶伟辉，后者双手接球，成功把主裁判逗笑。南非世界杯八强赛，苏亚雷斯多次门线救险，在面对加纳队的必进球，苏亚雷斯上演神之一手，将球拍出球门。而在赛后，加纳政府永久禁止苏亚雷斯入境。在一场法甲比赛中，母总监急于破门，倒地后的母总急中生智，直接用手把球推进球门。克雷桑故意拖延时间，为尽快取得球权，张卫灵机一动，用手扳克雷桑的腿，将球碰出边线。萨卡正要突破，被身后的基耶利尼用手拽倒，成功挽救了萨卡。卡塔尔世界杯，荷兰攻击手德容在对手起跳时上演龙爪手，袭击了库亚特的关键部位，后者落地表情痛苦，被担架抬下场。埃文斯为了控制球权，用左手拉球，成功做出了手动挡马赛回旋。